悠悠入我梦，放肆拥抱过春风，不容逃脱的心动，你来的汹涌，是谁直接入我梦，扮作一莞尔情深，河边莲荡千万重，忽然就晴空。我们走过时间的漂泊，多少故事变成了传说，而你却始终陪在我左右，看遍潮起潮落。我们唱着歌吟的诗歌，悲欢离合都恋恋不舍，红尘的曲折都是你和我梦里真的星河。也许是前世今生轮回，因果所有酸甜苦乐，在风雨里走过，你可愿为我听过？我们走过时间的漂泊，多少故事变成了传说，而你却始终陪在我左右，看遍潮起潮落。我们唱着光阴的诗歌，悲欢离合都恋恋不舍，红尘的曲折都是你和我梦里真的星河。皇兄，五妹，朕听说你的病快好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多谢皇兄重金悬赏能人异士，五妹已经好多了。哦，对了，五妹这次前来是有要紧事向皇兄禀报。哦，正巧，朕也有一事要跟你商量。那皇兄请先说。 温如玉，出来吧。钟哥哥，钟哥哥，好久不见！真没想到盛京城变化这么大，我都快不认得了。哦，对了，爹爹给我带了好些东西过来，一会儿送到你府上。好。 如玉，你对吴妹这么好，朕可就不乐意了啊！哎呀，皇帝哥哥，如玉也给您带了您最爱喝的马奶酒，你就别生如玉的气了。如玉啊，你马上就要成为王妃了，怎么还跟孩子似的？如玉知道了。王妃，皇兄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如玉，来到盛京一路劳顿，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如玉先下去梳洗一番，晚一点再来见钟哥哥。温如玉是北虞国的公主，从小跟你青梅竹马，也到了适婚的年龄，王妃的位置一直空缺，我觉得你们俩很合适。 等等，皇兄，我正要向你禀报的也是此事。小景她并没有死，现在人在府中。我这些天病好的如此之快，也正是因为她，所以朕当然知道她没有死。皇兄早就知道了。 最疼的。 是我收到你那封诀别信的时候，当时我的心都快痛死了。难道以我的名义回诀别信之人，果然是你？对，就是朕。皇兄究竟为何要这么做？当然是查办林飞鱼。宰相谋逆之事，证据确凿，画舫一案，难免他会牵涉其中。我不相信，小景她不是这样的人。就算小景不是，那她也是罪臣的女儿。朕劝你离她远一点，也是为你好。吴妹早已心有所属，不会另娶他人。 如玉背后是整个北虞国的势力，如今波斯余党雄踞一方，且早已跟宰相联合，难道你想为自己的私欲，让整个盛京灭亡吗？为何这些事情都要由我承担？无论如何，小景是我明媒正娶之人，我不会就这样放下她不管，我要昭告天下。 我的王妃没有死，你休想！听朕的话，跟公主和亲吧。我不同意。既然你不同意，那朕就下令赐死林洛景。皇兄，从小到大都是如此，你何曾考虑过我的想法？ 让我娶小景的人是你，让我抛弃她的人也是你。我在你的眼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难道只是任由你摆布的妻子吗？我不管，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听你的，除非我死。 皇兄，如果非要让朕给你一个娶她的理由，朕可以告诉你，小姐，哦，是你啊！王爷怎么还没回来？小姐，我刚才问过张继大哥了，他也说不知道。不过看天色这么晚了，可能王爷在宫中处理要紧的事情。小姐，我们先睡吧。嗯，我还做了这么多好吃的等他呢。算了，等他回来，再重新给他做好了。 这么苦啊！哎，小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厨房做点小甜品，等王爷回来了吃。他天天喝这些药，太苦了。小姐，你还是别等王爷了吧？为什么不等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小姐。 你从回来到现在就一直围着王爷忙，要不跟喜鹊出去逛逛街，散散心吧。没事散什么心啊？喜鹊，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你是不是做什么坏事啊？没有，小姐，喜鹊最爱你了。喜鹊怎么会有什么事瞒着小姐呢？只是喜鹊想跟小姐多待一会儿嘛。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……王爷回府，他回来了。哎，小姐，要不然我们先去做蛋糕吧？或者你渴不渴啊，小姐？你饿吗？喜鹊给你捶捶背吧。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哎，小姐。 钟哥哥，那个荷花是刚开的吧？真好看。钟哥哥，你的王府这么美，月儿以后真的能一直在这儿陪你吗？钟哥哥，既然月儿想留，那便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 钟哥哥，这儿还有人呢。他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戴着面纱呢？她呀，她是街坊为我医治的医女，据说因为相貌丑陋，以面纱遮丑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钟哥哥，晚上我们去哪儿转转？月儿，你刚到盛京，想必也困了。今日先回房休息，等我处理完一些琐事，再去找你。好，钟哥哥，那月儿便等着你。这是什么情况？ 你给我说清楚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等了你一晚上，你都没回来，现在回来你还带回来一个女的，还在我面前这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此事我晚点会向你解释，我现在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告辞。 王爷进宫了，姑娘请回吧。小姐还是请回吧，王爷有事出门了。 小姐，咱们回去吧，夜里聊。他到底要躲我躲到什么时候？小姐，王爷些许这几日太忙了，等过些时日，他一定会向你解释的。站住！公主有什么吩咐？我呢，想感谢你治好了钟哥哥，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表达一点小心意。善儿，救治王爷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，多谢公主的美意，小女子实在是承受不起。你干嘛？ 姑娘好眼光啊！这条项链可是从北虞国进口的新款式，全盛京就我家独此一款呐、啊。我堂堂渊正王府，什么金银首饰没有？何必买这些不入流的乡野玩物，成何体统？这项链，项链啊！这项链是王爷送给我们家公主的。 王爷，珊儿，这条项链明明是我生辰的时候父王送我的生辰礼物，你为什么说是王爷送的呀？公主，奴婢听说呀，民间有一些商人仿照这个款式也设计了珠宝项链，听说在盛京卖得很好。 刚才那个医女看项链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她肯定是误会了什么。也好，趁这个机会让他死心，不要再缠着我们王爷，岂不是很好？可是，公主没有什么可是。国王让珊儿陪着公主远嫁盛京，就是让珊儿保护公主啊。王爷那么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，肯定有很多人垂涎。所以，公主你一定要看好王爷，可不能让那些随随便便的医女就爬到头顶上来。 她一个小小的医女也敢觊觎王爷的垂青，她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那倒也是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永远也记不上真的。这个给你啊，作为补偿。这可是我一针一线亲手缝的，够诚意了吧？ 走就走，谁稀罕？慧玲洛锦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走了，就永远也不要再回来。我永远也不会再回来。还给你！小琴，对不起。 哥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你来找我有事吗？啊，云儿知道钟哥哥之前大病了一场，所以特地命人带了一些滋补的药材，有燕窝、冬虫夏草、灵芝。放着吧。好。 放下吧。是。珊儿，这个是千年灵芝熬成的粥，对你的身体大有裨益。来，尝尝。我刚服了药，现在没什么胃口。啊，珊儿，钟哥哥，玉儿。 是不是做了什么事，让你不开心了？并没有，你不要多想了。那钟哥哥为何对玉儿如此冷淡？是不是嫌弃玉儿不够温柔体贴？钟哥哥，玉儿哪儿不好，你就说出来，玉儿一定会改的。你多心了，我只是有些累了。 原来是这样，他们都跟我说了，钟哥哥还挂念着前王妃，可是他都失踪几个月了，说不定早就死了，你还留着这衣服做什么？大胆！钟哥哥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让你说这番话的？钟哥哥，鱼儿千里迢迢从北域来到盛京。 就是为了嫁你，玉儿是真的喜欢钟哥哥的。娶你并非我所愿。我知道，两国联姻嘛。可是，钱王妃已经失踪了好几个月了，若没死，说不定她也早已嫁为人妇了。你就不要再说了。 玉儿还知道，钱王妃娘家涉嫌谋反，皇帝哥哥是绝对不会姑息的。就算他还活着，也自不会被允许再回到你身边。而且盛京和波斯两国旧怨未了，除了与我们北域国两国和亲、巩固盟约以外，可还有他法。 联姻的事情谁也逃避不了，钟哥哥，你又何必对旧人念念不忘呢？旧人。是，我既已做了决定，又何必再念念不忘呢？ 血统君，毒道血统君，你倒是好起来，让我出去吧，我人好痛苦。他敢见我了，小姐。 王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宰相千金林洛锦，自皇上指婚嫁入本府之后，刁蛮成性，并未尽到王妃之职责。本王对其毫无爱怜。 今将迎娶北虞国公主为渊正王妃，故携此休书休之。此后各自婚嫁，永无争执。立约人，终无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 哎，小姐，王爷吩咐了，说您不能进去。 让开，小姐，不要让属下为难。张姐，喜鹊，漂亮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漂亮了。可是王爷吩咐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就知道王爷，你可知道刚才你给小姐的是休书？休书？周妹，周妹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就算你躲着我，我要问清楚，你到底怎么了？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周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们经了那么多生离死别，你现在居然告诉我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要休了我！我不是，就算你这样对我，我也要问清楚。我要的是一个解释，不是一纸不明不白的休书。周妹，还是。 还是你在担心青花之毒吗？你放心，一些已经快治好你了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。你不是说再也不会丢下我一个人了吗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休了我？你来的时候，有芦花如袖，像是你动情眼眸。上爱你所有不经意的问候。我曾因为这条路没有尽头，也曾在原地等了好久好久，最后听说我们只是朋友。在你说分开的以后，我回首望不到尽头。我明白你只是回忆拼凑。王妃，你刚刚这样乱走，王爷都要担心死了。 被岁月渐渐遗漏。小姐，你陪我走过又一个春秋，而我是困兽。 但凡这一切只是一场梦。也许你是我深入骨髓的咒，也许有情人注定无法分手。也许最后我们总会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在王府再看见他。 那些温柔，又怎舍得放手？爱你是唯一的理由，哪怕不能十指紧扣，我依然会守着那个路口，等着你。小姐，到最后，在你说分开的。 我回首望不到尽头，你曾经给我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究竟是为什么要如此折磨自己啊？小姐，伯父不要杀我，有失温丽，现在我自害自己。 不要我！我后悔，心疼君，我后悔了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，我也不想爱谁。小姐。 此时此刻，我才发现，我根本没有办法逃避我自己的爱。萧景，你不是一无所有，你还有我。既然钟无昧不珍惜你，我带你走。为了你，哪怕背叛父亲遗愿，哪怕放弃我的一切，我也在所不惜。 江哥哥怎么会这样对那个医女？见过靖远王，小女子失礼了。怪了，那位医女的身形怎么如此眼熟？看上去倒是和雍正王妃有几分相似。可王妃不是已经……难道是我眼花了？小晴，至少这样，你还有接受别的幸福的可能性。如果让你恨我，你会好受一些。那就恨我吧，起码这样，你还会永远记得我，不会忘了我。 王爷，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。我没事了，你退下吧。王爷，还是请医仙过来给您看看吧。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退下。是。哎，长官。 我说，我已经把他废了，是个弃妇。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辜负了萧景不说，你还侮辱他。这么多年，我真是看错了你。江轩宇，你不要以为一直以来我拿你当兄弟对待。 你就可以不分尊卑。你不过是一个商人之子，你最好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。钟哥哥，钟哥哥，你怎么流血了？没事，只是被一只狗咬了。你看清楚，它。 才是我的未婚妻，堂堂北虞国的公主。哼，公主。江轩宇，你若真的在意林洛景，你大可将她带走，让她忘了我，好好的生活。从此以后，我和她也算是一别两宽。 各生欢喜。好，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会把他带走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请自便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江轩宇再也没有你这样绝情的朋友。你与我恩断义绝。 是你白衣漫步而来，眼带笑意，唤我擦肩刹那，心动到底。光阴如诗，一笔一笔都写满你。也曾人海茫茫，几度寻寻觅觅，一心轮回太久，只争朝夕。云云里，偏爱你眉目旖旎。无人姗姗来迟。 似曾相识，今生问君可知？一生流浪心事，与着你才终止。怪我太过偏执，情忘自知，相思周而复始，一念成痴，三生石，可心头山盟海誓。唱不完红豆丝，剪不断情丝，而情深皆如此。历经多少盛世，难忘是你的。 生死何妨孤注一掷，从此万千生事追寻你的影子。唱不完红豆词，剪不断情丝，而情深皆如此。历经多少盛世，难忘是你的名字。爱恨落同棋子，就全当生死何妨孤注。